人家卖货的时候你就要模仿我。行啊。要不带货的时候。模仿你还不简单，我拿个喇叭就行了。是是是，但是我们今天有没有道具？就平时冰冰在采访的时候，哎，导演说道具在下面哦。对。你一般都是拿一个话筒。对，我一般都拿一个话筒。没有其他道具了，我看你还能怎么发挥。好的，那我就今天就来演示一遍可能冰冰平时采访的一个就是状态吧，好不好？你要模仿到精髓啊，你知道精髓是什么吗？我知道，你的精髓就是你知道一个月牙、两个月牙、三个月牙，就是你的精髓就是笑。哎哎，下面这个月牙的精髓就在于笑的时候要露出十颗牙齿以及牙龈。一二三，十颗。这个真的有点难度，那我来试一遍吧。好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三二一，开始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由我和冰冰来带给大家依次介绍这一次的亚非好物，各式各样，琳琅满目，一起逛展，收获满满。那今天我们室外还下着一点小雨，有些降温，大家在外也要多多注意保暖哦。嗯，可以，你这个，我感觉这个已经有点僵了。哎呦，不错不错不错。不错把普通话再精进一下就更好了。是是是是，最近就是工作真的蛮忙的，非常忙，每天要卖很多很多的产品，所以现在我的普通话的感觉没有那么的标准了。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我们先坐下说哈。是，嗯，给大家。你觉得刚刚打分，你要打几分？我给你打，就不在意普通话标不标准情况下，那我给你打98分吧。哇，谢谢，扣你两分，怕你骄傲，好不好？不会骄傲，不会骄傲。好。